喂，能听到我说话吗？啊，能听到，好，Hello，今天是我啊，今天这个部分是我，因为我只能用老王的账号进来，是吧？今天是我。嗨，大家好，大家好。对，就是我们得换着来分享，因为志愿填报这个事儿吧，它其实多听听，就是不同的人的建议，其实会有好处。所以老王觉得说，他别一个人讲完了。所以呢，今天这个内容主要就是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关于我们志愿填报这个问题当中的地域、专业、院校到底优先选哪个？因为这个是老王设好的主题嘛，所以我首先需要讲这个主题，然后呢，我再针对我个人的经验以及之前所教的那些同学们的。就是之前教的学生们他们的案例，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的案例，来跟大家进行这个讨论。所以说，其实今天这个课啊，我更多的其实要举真实的案例，因为我觉得这个志愿填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听到很多，就是说不同的类型，然后有可能你的情况跟我们讲的其中某一个类型就刚好相似，那你就可以有参照。我。大家看不到我的头像吗？这回刚才忘了那个，这回好了是吧？刚才我自己看到我自己了，但是我忘记把这个，现在大家能看到我了哈，现在是不是能看到我了？好，如果说大家能看到我，能听到我说话，能看到 PPT 首页，然后我们打个666，三个六就开始。好好好，OK。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其实非常轻松。啊，你看啊，落的这个问题。将来要考研的话，本科地域还显得非常重要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等一会儿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讲到说，如果说咱们现在就已经既定好，本科毕业以后一定会读研，那么一定会读研还要分情况。有的同学说我可能就直接考到国外的学校去，在国外去继续学习，或者有同学说我就是在国内考学校，那这就还要分情况。全屏看不到老师是什么意思？复读还要报志愿吗？我觉得还是报一下吧，万一你的志愿报好了，被某一个学校录取走了，就可以不复读了。看不到我是吗？对，大家指导一下，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学生端。对，同学互相指导一下，我从来没用过学生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学生端全屏。手机全屏看不到我吗？好，这个就同学们可以互相指导一下。我没有用过学生端，然后我也没有在手机上用过具体的，就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我现在在哪儿？我在我这儿，我的头像在右上角，在大家那儿，我的头像
提前批就是，提前批属于你报的学校，这个叫提前批，主要是学校，有些学校，它的有一些专业，它会提前批录取，或者有些学校它本身就属于提前批录取，那么你就需要在那个地方去填。如果你填了，而刚好这个学校在录的时候把你录走了，你其他的那些志愿就没有意义了，你就会是被最早录走。能走后门吗？能走后门吗？这是关系问题，对吧？这个东西是不好说的，我们不能说的太绝对。我们不能单说的太绝对，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100%的事情啊，所以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理解了哈，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对吧？就跟地球一样是圆的，它不会是一个固定的。好，那我这么说大家就能明白了。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确实是根据这个分数来，实打实的分数能够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它就可以这样被录取。个别情况啊，我们说的那个是个别情况，可能会有很特殊的个别情况，就是那都属于特别特殊的情况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不用太担心，我们基本还是实打实的。行，那是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还是先按照我这边的先讲，等我讲完以后我们留下时间来大家提问进行讨论，好吧？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地域专业院校到底优先选哪个，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同学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前些天就有同学在那个群里讨论说，我到底是先选专业还是先选地域还是先选院校。那么我发现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首先是带着个人的喜好来进行发言，就有同学说我就无所谓专业是什么，我根本无所谓，我就要选一个让我觉得舒服的地方，比如说我要去沿海城市，比如说我要去大城市，这个非常发达的城市啊，当然沿海城市以外的还有非常发达的城市，什么北京呀，对吧？广州啊，或者说一些很好的省会城市等等。那到底该怎么选？其实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人不一样，人的情况不一样，没有办法给统一的定论，说它就跟公式一样，你必须这样必须这样，没有 must 啊这个问题。好，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还不太认识我，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和老王应该是在新东方的时候是认识的，对，我们是在新东方的时候认识的啊，然后后来呢又各自有一些经历，然后最后呢我们又这个现在腾讯课堂一起来开课啊，我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在北京新东方待了好多年，然后这两年呢就出来主要做在线教育了。名字在这个地方哈，万征。好，那有些同学是已经听过我的课。哦，对 ，Star 是上了我的作文家提班。好，那上我的课的同学呢也就认识我了。好，那没上过我的课的同学，我们今天也就认识了。那一般来说大家就可以叫我征姐，然后我的 QQ 号在每一页 PPT 的左下角都有，还有一些什么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跟我联系。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地域专业和院校到底优先选哪个，它根本没有一个定论啊。我也看到过很多就是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指导大家一定先选什么先选什么，那实际上不够客观。比较客观的说法是因人而异，因为很实际的情况是同学们的分数不一样，同学们的基本情况不一样，同学们的喜好不一样，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必须因人而异来讨论到底该首选什么。我会从两个方面展开来进行讲解。第一个方面叫做因人而异，就是比如说你是属于哪种情况的同学，那你就可以考虑说那看我是不是先去首选专业，或者我先去首选院校。
那么第二个板块我会讲到说，那么除了我们自己从自身的这个自身的情况角度去选以外，我们还可以顺便关注一下现在的用人单位，就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他们在选择这个人才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倾向是什么。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说现在用人单位他们的一个选择倾向。那么大家一个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再去结合一下以后用人单位他们会选择的这个倾向，那么这样一综合，同学们就可以为自己自己的这个志愿填报啊的这个选择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论。我的头像能不能扩大是吧？好像在我这个地方不行了。我试一下啊，好像不行了。来，第一个问题，我们因人而异，但应该怎么来划分呢？哪些同学适合优先选学校？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二三啊，我罗列的这三个情况是普适性的情况，也就是说大多数同学应该是属于这三类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待会儿留的这个讨论时间大家再来提问。第一，成绩非常优秀的，就是我的分数就是很高啊，这个就叫做霸气侧漏，没有办法，那我就怎么着，我就要按照最好的学校去选，我没有弱势科目。因为我们都知道成绩非常好的同学他没有办法有弱势科目，一旦有弱势科目他成绩就不可能非常好。所以成绩非常好的同学的这个选择首选应该是学校，理由是名校自带光环，毕业以后找工作自然就凭这个名校就很容易进好单位。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哈，我随便举例，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些现在的一些科技类的大公司啊，就我们本土的很有名的腾讯呀、阿里呀，他们你看，比如说腾讯招人的时候，它分为这个社会类招生，然后分为这个在学校招生和这个在社会上招生两个方面啊，在社会上招人和在学校招生。那么在学校招生就是叫做他们会直接有进学校进行这个宣讲。那他们实际上是有要求的，如果是新毕业生，现在腾讯如果是对新毕业生他的要求就是基本就是属于我们说的双一流大学，双一流大学啊，那就是以前所讲到的什么985、211啊，首先应该是这样的学校，然后呢才去看说哎你是不是这个专业对口，然后才去看你的专业。高就是知名高校，首先就是进入的门槛，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要来看学历，说你是知名高校啊，你说我是这个清北的、北大、清华的，那你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那如果你是研究生肯定是被优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硬件的条件啊。很好的公司他们的这个要求，现在对于学历的要求它确实门槛是非常高。好，这是第一。所以说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那基本就要做奔着最好的学校去就行了，就一定要奔着这个牌子去，因为这个牌子出来以后它就是一个光环，它是你找工作的光环。那么第二，成绩中上的同学，好，现在我就要讲成绩中上的同学各科又相对均衡，然后你自己又没有特别的专业喜好，这我注明强调了的，就是自己没有特别的专业喜好。有的人说我就要学哲学，有的人说我就听到有同学跟我说我就要学考古，我太喜欢了，我就想象以后那个我作为一个这个考古方面的专家，然后那种感觉很爽。那这就没有办法哈，这个叫做就是你已经把你以后的未来的生活已经既定了。那么说如果说没有对专业有特别喜好的同学，成绩中上的还是应该择优先选学校，理由一样，因为学校自带光环。那么比如说成绩中上的同学，可能他就不是说这个成绩最好的同学，一般走不了第一批次最牛的大学，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听我讲，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策略，就是说我的成绩是中上，
我又想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那显然我走不了清华北大，或者说这个什么，浙大什么这个复旦之类的了，那我怎么办？我就选择一个不是那么好的、那么热的地域，听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去选这个地域很好的地方了，因为地域很好的地方竞争非常强。比如说我就要选北京的好的学校，虽然说我上不了清华北大，我就要选北京的人大，那他的分也不会，也不会这个轻松啊，人民大学他的分也不会轻松。你说我就要去上海，我去不了复旦，我去上海别的行不行啊？我去上海交大，对吧？你说我去同济，那有同学说我去不了浙江大学，那我还是要去杭州，我还是要去深圳，我还是要去厦门，很好的地方自然是热。所以成绩中上，注意你的考分，看看今年跟你们省的分数线进行一个比较。我跟大家讲，一定是跟自己省的这个今年的分数线进行一个比较以后，看你超，比如说你超重点线多少，然后再去看一下那些比较好的学校，他们在以前三五年退上去三五年，那他们录取的这个分数线和当年的重点线之间的差距。我这句话随便随机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大学啊，四川大学是属于这个双一流大学啊，重点院校，但是呢它肯定不是北清这样的层级。但是呢四川大学，假设我们说今年考上四川大学的啊，比如说你所在的那个省四川大学投了1000个名额，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你对四川大学有意向，你就需要去考虑，这就是中等偏上的同学了，你就需要去考虑说今年我的分高重点线多少，然后去年前年再前年这几年四川大学当年在我们省的录取线和我们省的重点线之间它高了多少，那我这个分数有没有比如说假设去年你们省重点线525，四川大学的录取线这个598，那么现在我是假设现在你就要去看，比如说今年你们省重点线537，你618，那相当于你今年的这个成绩跟去年四川大学录取线比去年的重点线的这个分值差不了多少，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说，那接下来我就要再继续去关注一下别的地方的一些重点大学了。因为为了稳妥起见，我们最好是去找那个你的分数比重点线差异再大一点的，这个是相对稳妥的，好吧？二本报一线城市确实不太好报啊。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大家这个接下来我会讲到说成绩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下啊，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现在我们讲到说成绩中上，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大学，我如果要考虑，那么配套我可能就还要去再去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跟四川大学平级的那些重点院校，我再要去搜集一下他们前几年的情况。记住，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分数和这个学校，比如说去年或者前年他的录取分数和当年重点线之间的分值差，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去计算的。好了，那么第三哈，按照大类招生的学校入学以后大二或大三才选专业，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优先选学校，不用优先选专业了。我随机举一个例子，去年我有一个侄女，她去年毕业嘛，啊，就去年参加高考，那么她的成绩呢也是考了600多分，因为她当时所选择的这个他要学医，而且他要学中医，这相当于是他的专业是已经定了，就是他这个方向定了哈。他的这个情况呢，就
和这个没有特别喜好，这个就不符合了。相当于他是定了，他就要学医，而且他就要学中医。他们整个的这个他的选择范围就一下收窄了很多，他只能在各个省去找那个重点类的中医院校，他只能这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相当于是他首先专业已经定了，然后呢他就要去选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他选学校呢，他就是属于第三类的情况是，他选择的这个学校啊，他是说方向定了学中医，但是专业还没定。他选择的这个学校呢，就是到了大三才分专业的学校。大三才分专业的话，那好办了，他就不用管什么学校了。他现在他就可以按照就是他所关注的我们全国范围内那几个重点的中医的学校，然后呢，他就考虑一下，他想比如说他想去哪个地方，他想去哪个地区。啊，然后哪个学校的那个分数线，往几年的分数线，跟他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他的分数线以及重点线之间的分值差啊，这个去比较一下，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院校，他就是这样来选的，但他就是属于他所选的学校是在2年以后才分专业，所以他并没有首选专业，他只是把方向定了。那么我所讲的第三点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有的同学他可能会去选的那种学校是属于大招类的学校，就是过一两年才分专业，所以他的专业就现在是没法选的。那么接下来哪些同学适合优先选专业？第一类，对于专业有特殊喜好或有专业特长的同学，那就肯定是优先选专业，就不会优先去考虑别的。专有特殊喜好，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是要学考古，我就是要学英语，我以后就是想当一名英语老师，或者说我以后就要当翻译，我就要学语言。那么你确定了你就要学语言了，我就要学德语，就要学法语。那行，你的这个整个专业一定，你的这个选择面其实一下就窄了，然后你就只能再去找学校了。这个就叫做你有了具体明确的目标和特殊喜好，你只能优先选专业。好，接下来，那么你如果说对这个专业的这个渴望程度是相当高、极其高的，那就不好，那就具体根据你的成绩，就不能够先去想说，比如说我要学德语，我考人民大学的德语，注意人大的收分也是很高的，那么我要去考人民大学的德语，和我去考，听我讲，和我去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德语和我去考，随便说一个，比如说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这个德语专业，那我就要去权衡我的分。假设能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或者说我的分假设能上人大的分数线，但我不一定能读到人大的这个专业，但我不一定能读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这个专业。那有可能，我这个分数拿去上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话，就会觉得，哎，我的分数都能上人大录取线那个北外录取线，我干嘛要去四川外国语大学呢？对吧？有同学就会这么想。但是我跟你讲，假设你非要追着某一个专业，比如说有的同学说，我就是要考这个同声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最强，北外的同声翻译最强，同传最强。那就叫做他的这个专业是全国专业排名第一，那他的收的分数线会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分刚好能上北外，但你肯定上不了这个专业，这叫100%，那是他的首席王牌，就是排名第一的专业，分数非常高。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如果说就非要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只能退而求其次，就绝对不是先选学校了，就是按照这个什么。那么你的专业定了以后，你这个学校你北外你肯定就不能报，因为报了以后这个专业你读不了，所以你只能够退下来。比如说，我考另外一个地方的外国语大学的这个同传专业，那我能够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我也能上，我的成绩。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举的这些例子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说，我的分数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的分数跟这个学校往几年这个专业的这个录取分数之间是差不多呢，还是高于呢？
还是低于呢？这个就大家自己去比较比照，这个比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志愿填报来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就是如果你这个专业目的性非常强，那就不可能去首选学校了，因为只要是王牌专业，或者说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专业，这个学校即使收分不算太高，但它的这个专业的收分一定会很高，因为报这个专业的同学会很多。那当然还有就是艺术类的同学，那就是叫做你是绝对是凭专业去选了啊。还有就是理工科技术性很强的理工科，那么我们也应该先去看看它的专业排名。这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学生，他本来是他是北京四中的。北京四中我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排名第一。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民大学附中是这个全国排名第一的，其实北京四中要比人大附应该说还要好。好，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人大附最好，但实际上北京四中真的整体的这个考出来的情况很强的。我有一个四中的学生，他当年高考是发挥失利了，他本来是能够考700来分的，或者说甚至是超700的，他应该是这样的能力。他的目标是清华建筑系。我跟大家讲哈，清华大学，我假设你那个670分能够上清华，我随便假设在你们省670分能上清华，但是你要报清华建筑系的话，你至少得上700分。那个同学他是北京的。那其实我再说一句，就是北京的这个重点高校，就是特别好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对于北京本地的学生他并不低的。所以你看他是北京的，但是他高考发挥失利了，考得不太好，不理想，那么他的那个总分呢没有达到700，接下来他就不可能报清华建筑系。那除非他不学建筑，他直接报清华，他是可以上的，他可以上清华的那个普通录取线，但是他进去以后随便读一个专业就行了。但是他的目标很明确，他一定要学建筑，而且他的人生这个目标是在国内学本科，毕业以后出国去继续这个专业，出国深造读研究生。这个相当于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了，所以当时呢，后来他考完试以后，差不多估分估出来以后，他就觉得上清华的建筑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设的这个清华建筑系啊是非常牛的，那么最后他选的是什么呢？他选的是同济。注意听我讲，他在同济并没有选建筑，他在同济选的是什么？土木工程。理由是，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专业排名，在土木工程这个专业里，在当年那个同学他考试的那个时代那几年。同济的土木工程全国排名第一，注意它叫专业排名第一，非常强这个专业。所以这个同学他就干嘛了？他就跑去同济学土木工程了。那么他以后他可以先学土木，然后以后他出国以后可以继续学他的这个纯粹专业的这个建筑方面，对吧？因为土木跟这个清华建筑系虽然是专业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学土木的人再继续研究生学建筑，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这就是我讲的，我们一定是要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到底说我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那你的这个专业性目的性很强，首选专业的话，那就不要去首选学校，即使我的分能上清华，我也不上，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所以我跟大家讲，志愿填报一般来讲是叫做跟从什么呢？我为什么讲因人而异四个字？因为志愿填报它叫做遵循你的内心，你真的想干嘛？你真的想做什么？有同学说，老师我没啥想法。好，没啥想法就是属于我接下来后面又要讲的类型啊，没有想法又是后面讲的类型。第二，我们看啊，成绩中等或中下，可选学校的层次相差不大，可将选择重点放在专业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的这个分啊，刚刚能上重点线或者超重点线，超的不多，或者我的分上不了重点线，我上了这个二本线，在二本线和重点线之间，或者有的同学说我刚刚才上二本线，那么比如说刚刚上重点线的同学，如果你要去选重点的学校，那显然这个就叫做你可选的学校层次就没有差别了。比如说我刚刚超重点线十分，那我只能怎么选？刚刚超我们省今年重点线十分，我又想去读一个重点大学，我不想去落到比如说二本去读的话，那你只能这么选，只能选，地域就没得选，选什么？选偏远地区的重点学校，而那个学校看他前几年的招生，基本都是刚好踩点儿，踩在重点线上招生，或者就超了重点线一点点在招生。那么如果说你上重点线一点，然后超重点线超的不多，又想读重点，听我讲，就只能是选较为偏僻的地区的重点高校，然后看他前几年的分数，录取分数线是不是在这个重点线或者重点线以上一点点，如果是，那么你报他，这样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假如说你说我上重点线了，但是我不是说非一定要去上重点大学，我去上一个二本，那我就在二本里选二本里好的学校，或者说就是专业排名很好的那种专业了。好，这样大家听明白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说刚上了重点线，我又觉得读二本也没问题，那就在二本里去选专业，就一定要选二本学校里的王牌专业。因为毕业的时候，人家有些这个用人单位，他就会去考虑说，那你这个专业，你的这个专业排名是什么样的？那虽然你是一个二本，但你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已经差不多接近是重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了，那你这个专业是很强的，这也行。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啊，就如果说刚刚上了二本线，也是同理，跟刚才一个道理，刚刚上二本线的话，好，那我就去找一些啊不是特别热门的城市，热门城市的二本院校它照样是报的人多，谁都喜欢去好的地方啊，我去沿海的城市，风光好，风景好，吹海风啊，我后来谈个恋爱的时候还能跟我女朋友手牵手在海边浪漫，是吧？那谁都觉得好，那报的人多。所以如果我刚刚上二本线怎么办呢？或者我是超二本线没有多少分，那我还是得选择什么？还是得选择非热门城市，这个非常现实的非热门城市。然后那个学校前几年刚好又踩在二本线上录，或者二本线上一点点录，那我去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三点，有新一轮考试改革的这个省份，比如说浙江省，不按照这个学校来了，这个如果你是属于今年是属于这个新一轮改革的这个平行投档的省份的考生的话，那你就没得选，就是按专业，因为人家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改革，它就是让大家是按照专业来选的，就是不分文理科，然后这个文理不分科的情况下，你去填报的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人家专业对你那个专业对你的这个考试的哪几科有要求，或者你的这几科的这个分数人家是有要求的，所以你就只能是对着专业去找。啊，这种现在还比较少，往以后的话，这个就是应该是全国范围内都要普及。好，我们接下来讲说，那么哪些同学就可以去优先选地域呢？在职业、专业、学校等方面没有特殊要求的同学，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那个同学说我一定要学建筑，这叫做有特殊的要求已经定了，以后人生目标定了。他的偶像就是这个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那就没有办法，他相当于他是奔着那个目标走的，他要当一个伟大的建筑师。那如果说在我未来的职业和我的这个专业和我这个学校方面我都没有特殊要求，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特殊喜好，那可以，那这样同学你觉得
以后我能够靠打拼啊、就是靠自己能力去打拼就行了。比如说我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好，我人际交往能力比较强，我社会适应能力也很好，那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我到哪个学校都无所谓，总之出来以后就靠我自己一张嘴，靠我自己的各种能力啊，我就能去一个公司，然后再从基层做起，然后慢慢的奋斗出来。这就是我的本钱，那没有关系，那就啥也不管了，选地狱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哪儿呢？听我讲，觉得自己自身，就像我举例子说的，什么语言表达能力呀，跟人交往的这种能力呀，社会适应能力，这社会适应能力很重要。因为去大学一毕业，如果你不继续读研究生的话，那么接下来你一定就是要去进入社会了。一进入社会，你会觉得跟学校里的这个差别太大了。经常有人说，社会就是一个大熔炉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啊。不管社会是什么，总之就是有人在社会里变强了，有人在社会里变弱了，有人被社会给吞没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一个同学在毕业以后都要面对社会，那么面对社会，你就应该成为一个强者。不要被社会所吞没，不要被社会所这个浸染，就算被浸染也是好的浸染。好，那么如果你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心理准备，说哎，毕业以后我不管学什么专业，我不管在哪个学校，我毕业以后就凭我自己的这种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然后我去打拼，我就能为自己拼出一片天，是吧？比如说你像马云，读的是一个杭州师范，然后一开始当的是一个老师，然后后来现在成了一个阿里帝国的老大，这就是靠他自己的本事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啊，到底是地域重要，还是专业重要，还是职业重要呢？其实无所谓了，这种情况下地域还重要一些。你去这个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深圳，去这几个一线城市，或者去寻找一下接下来的准一线城市，有很多机会的那种大城市，那不就去吧。毕业以后你就在那个城市找工作，凭你自己的能力没问题，然后最后奋斗出来，搏杀出来，你也可以过得很好。因此，那么我们到底哪些同学适合优先选地域？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你又觉得好，我就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们家里没什么关系，到时候毕业以后帮我找工作。我不会说来毕业以后，你读完书毕业以后你就回来啊，我们这地在地方上，我们这儿刚好家里有关系，可以比如说给你安排到学校当老师，或者比如说给你安排到，我就随便说，给你安排到这个工商局啊，有一个职位，给你安排到这个财政所有一个职位，给你安排到电信啊，给你安排到这个什么，这个法院啊，司法行政单位，给你安排了。可以给你安排到工作，那这种情况我讲，那你就最好是根据你们家现有的关系去对口找学校，对口找专业。然后我随机举例，比如说我就以前教过的学生，这个家里就有关系可以帮他那个进银行的，那人家肯定专业首选金融，那么专业就先定了，我就学金融。那至于学校的话，就是我的分能上哪个学校的金融专业，我就报。他这个就很明确，然后毕业以后就回到地方上，就家里就给他搞进银行了，那就完事儿了，就相当于这个从这个填志愿开始，他整个未来的人生轨迹，他的职业方向全都已经确定了，非常明确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倒觉得他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因为现在往以后走，这个就业肯定越来越难，而且以后这个社会的发展，我跟大家讲，我刚好是在两三个月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在讲说，未来的社会，它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它未来的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就像我们之前，谁想过啊？就是大家已经是出生在互联网开始的互联网发展的时代了。你像我出生的时候哪有什么网？那个是我出生的时候连电脑都没见过。我用电话用手机都是我读大学才开始用手机的，以前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出现了最强大的手机，就是那个像砖块一样那么大的黑色的，我那个叫黑板砖，大哥大，那个时候广东深圳才刚刚开始有的，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大哥大，那玩意儿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起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整个社会它的发展速度慢，而且呢它没有那么多新兴的东西出现。但是大家不一样，我们2000年出生的同学基本就已经是处于这个互联网时代了，所以往以后走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们真正意义上往以后走，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假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家里有关系，而且父母也特别希望孩子以后就留在身边，别到处跑，别到处去自己打拼了。那么你也愿意啊，到时候毕业以后就回到自己的那个城市或者自己的那个地方，父母有关系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也愿意这样，那好，就像假如说这种类型的同学呢，那么你肯定就是首选专业了，对吧？那个专业跟你最后未来对口，家里可以给你找到工作的这个就直接连接对口的。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同学说我就是只能凭自己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凭自己的能力，那我又有喜爱的专业，那你肯定还是要先选专业。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自然就是你可以选地域，这个地域就是选发达地区，因为发达地区可以带给你非常多的新的资讯，而你毕业以后在这样的地区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机会很多，然后就算进入你的工作单位以后你跳槽的机会也很多，你不断去获取新的信息的这个机会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是一个能够适应改变的人，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你能够完全适应它的脚步的话，以后也会活得很精彩。那这就是我讲的，就是所以我说志愿填报一定是因人而异，你每个同学自己，比如说我家里是什么情况啊，我家里有什么背景，或者说我自己个人自身的特点、性格特质、我的能力情况，这些都要配套跟我的分数放在一起综合去看的，不仅仅说我仅仅只看一个分数这么简单。那么把这些东西都一起全盘权衡好了以后，接下来填出来这个志愿，它才会和除了现在你去读到一个学校以外，它才会和你整个未来的人生要有关系。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最怕的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在我之前的学生里，在我认识的人里，太多这种情况。一进大学以后才发现读了一年了想退学，为什么？这专业我实在学不下去，我都要学死了，我都要抑郁了，我都想跳楼了。我特别不希望看到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或者说读了四年了找工作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抑郁，为什么？我们家又没关系，我自己呢又不是属于那种用这个北方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来讲，就是很会来事儿、特会来事儿的人。我又不是一个特会来事儿的人，就是去跟人搞好关系呀，对吧？然后能说会道呀，啊等等，就是我又不是特别会来事儿，怎么办？那我找工作的时候到处碰壁，我特别痛苦。就也有这样的，这我自己的同学里，我自己教的学生里，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进入大学以后后悔的，说专业选错了，不喜欢，一点兴趣没有，学不进去。尤其是一些女同学啊，我一定要强调，女同学她女生吧，她因为这个生理结构，不是所有的女生都非常去适合学一些比如说技术性很强的。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女生，她最后读博读到了凝聚态物理，就是凝聚态物理这个专业读到了博士。然后我就会觉得在我们的眼里来看，我们就会觉得她这个已经有点超越她的性别了。就那样的专业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尤其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那叫可望不可及。但是有这样的人，但不是每一位女性她都适合，或者说她都能够适应。那么就如果我们读理科的女同学，那你在选的时候，我就要建议，我见到过太多的女生读理科的女生去选专业的时候，一开始根本没想好，就随便进了一个学校，随便进了一个专业，比如说学什么测绘呀，有学计算机的，对吧？还有学物理的，学什么高分子的，学什么这个计算数学的，什么通信工程的，
他的专业性太强了，就一开始好像没有概念，那我就读了吧。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哈，当然还有了，我不能完全一一举例了。这种理工科类专业性太强的，很多女生进去以后发现，哎呀，学到大学四年都要毕业了，根本都不知道学的是什么。我在半年前跟一位就是认识的心理咨询师啊，他40多岁了，聊天，他跟我讲他怎么从事心理咨询这个工作的。他以前是学什么的？他是在一个军事院校学，叫做跟这个航空航天技术相关的专业，然后国防科大好像是啊，具体学校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学的那个专业，他说他当时他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也很好啊，然后一个女生学理科的，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以后要学的专业是到底是学些什么，所以他去了，在所有的人的眼里，多么好的学校，多么好的专业，以后前景很好的，但是他去学了以后，他跟我讲说，他说后来为什么他会转行到心理咨询师，因为他那大学那四年快把他自己学成神经病了，就自己都快出问题了，他后来就转学心理学去了，然后把自己救活了，就拯救出来了，然后还去救别人，还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学的那些东西跟他的真正的爱好，他虽然以前学的是理科，但是学理科大家都知道，不就学学物理化学学生物嘛，对吧，你好像没觉得有什么，再学个数学，但是关键是你一读大学以后，他不是学这些，这些叫基础学科，什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那个高中阶段学的太浅显了，太基础了，一到大学那个专业的东西一来以后就懵了，根本找不到北，根本不知道在学什么，一考试特别惶恐，很容易考不及格，特别惶恐，最后那四年就那么贴贴绊绊的磕磕绊绊的读完以后，然后进了一个，因为他40多岁了嘛，所以他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就进了一个这个国家单位，看起来很好，但是他在那个单位工作了10年，他就辞职了，就不干了，然后他后来自学心理学，然后现在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你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数啊，当然我刚才讲举的那些专业对于男生而言，对于大多数男生而言他是 OK 的，就是你进去学了以后基本都是能胜任的，但是对于好多女生而言，即使你是理科生，但是你不一定进去以后那些专业你真的能够非常适应。我见过太多，因为我是女性，我知道我身边我见过太多女性去学了那些专业以后啥也没学到，根本啥也没学懂，关键是还啥也不会，最后毕业以后要么就是硬着头皮进了一个对口的单位，要么就是转行了，就都换专业转行了，就搞别的行业去了。好，那么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讲完，等会儿我们再来举例子进行讨论啊。接下来我再说这个一点，我们还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选择来考虑，比如说用人单位在这儿我们举了三类，第一类，专业性越强，特别是什么理工科类啊，理工科就是我刚才举了好多不同的专业是吧，什么高分子材料啊，什么航空航天技术啊，通信工程啊，电子信息工程啊，计算数学呀，这个物理还分好多不同的方面等等，数学都还要分基础技术数学、应用数学，这个计算数学等等。那像这种理科或者工科专业性非常强的专业，或者说医学类，因为医学类它专业性真的很强，你是学这个口腔的，你就没法去在别人肚子上去给人开刀动手术，去做肝脏手术，做心肺手术，对吧，它专业性特别强。那么像这种专业性很强的用人单位，它一般就会首先看你的专业。你看我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她的老公他是学医的，他学的口腔，然后他的这个口腔呢，他不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的，或者说他并没有在北大医学部学习，你看北京大学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当然就是属于首席院校，他并没有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但是呢他学的这个专业是
中国专业排名第一的这个专业，它不在北大，在哪儿？在华西医科大学，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因为以前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它是分开的，川大就是川大，就专门有一个华西医科大学，是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因为我是成都人，这个我非常清楚。那么后来它是合并了，就是华西医科大学，它本来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这个医学高等院校，后来它就并给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就它并了华西以后，四川大学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嘛，它因为它有医学部了，就相当于北大一样的，就是各个学科，各个门类都有。它并了华西以后，有了它的医学部，那么也就是现在四川大学的医学部，华西这边，它的口腔是全国专业排名第一。我同学的老公他当时就是在华西的这个口腔研究生毕业，你要知道这是什么？虽然他不是排名第一的高校毕业，但是他是这个排名第一的专业毕业，而且四川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因此他是这个川大的这个口腔毕业的，在全国范围内找工作那真的就是香饽饽呀，重点的那种医院真的就是随便投很容易就被录了。当然他那个找工作那个年代又在倒过去很早了，那研究生毕业都很吃香。那当然现在你要想留在这个像北京啊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的好的医院的话，那估计没有关系的情况下至少得是个博士了吧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就 OK， 研究生都 OK， 进了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医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用人单位，尤其专业性特别强的这种用人单位，他肯定会去先考虑你的专业排名，专业好不好，然后呢学校，还有你的个人素质，可能个人素质有可能就会排在最后去选择。我们再来看第二类，比如说公务员呀，就是这个政府单位或者说事业单位，这些单位他在用人的时候可能他会首选你的学校，首先看你的学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而可能不会首先看你是什么专业，或者说你是这个专业排名前几的学校毕业的，那可能他会首先看你这个学校是什么。那当然如果你的分数既可以上这个北大又可以上这个川大的口腔这个专业，川大口腔专业他收分肯定要高一些嘛，那么你显然我就在这个要找工作的时候他会先看你是排名第一的口腔专业毕业的。但是你退一步，如果你学的就是那些这个专业性不强的，比如说你学这个随便学了一个普通的管理类专业，那他有啥很强的专业性？没有，很多人都能做管理，那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管理能力。那这个时候的话，用人单位可能就首先就看你的学校了。然后第三，很多的这个企业，我这个地方讲的企业就不是国家的单位啊，不是这个政府部门呐、事业单位呀、比如说很多企业，比如说这个企业有国企，或者说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私人的单位私企，那么他们可能会往往要看综合素质和学校先看，然后再去看你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学校。然后你是什么学校，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腾讯，他校招生的话他就一定是在最牛的学校去进行校招，然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牛的学校去进行校招，然后这个首先就是进学校，那所以他们首选的是学校，进去以后才来看你的综合素质，你的这个专业情况。好，那么基本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就是这一些啊，我举的所有的例子全部真实，要么就是我身边的人，我认识的朋友啊，我的同学呀，或者我教的学生啊，全都真实案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同学们有一些个别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讨论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就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回复。好了，如果说还有我刚才没有讲到的情况，那么同学有什么想问的就现在在消息栏里打出来。
好，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同学觉得，老师，我的这个情况跟你刚才讲的还有点不一样，我还更特殊点情况。可以先选个好学校，再换专业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属于这样这个范围内，就是这个第三点。要么就是这个学校本身它是一开始不设专业，大一大二以后才分专业。要么就是这个学校它是可以自由换专业的话，或者说它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换专业，那么你也可以先选学校，到时候再去换专业。这个情况针对。你的目标不强，就像我说的，你不是这个专业目标非常强的人，你并没有说以后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干嘛，或者说，我相信我有能力在进入大学以后，注意啊，大学这个换专业也要分学校，有的学校换专业比较容易，有的学校换专业比较难，它需要进行一层一层的这个考核，比如说考核你的综合素质，通过你的考试成绩。等等各方面来看，然后才来说你能不能换这个专业。就是说我知道对于这个大学换专业而言，不同的学校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规定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可以进去以后再换专业，但是大家一定要先了解清楚，不同的学校它这个换专业，有的学校它换专业卡得很严，因为比如说它有些专业就是很好很牛，很多同学都想换，那他一定会采取。考试综合测评，或者说考来看你这个半年一年内的你的整个的这个成绩这个情况，和你其他的一些情况综合来判，看你有没有可能性去换到这个专业。不然的话，换某些专业的同学，如果想换某些专业同学太多的话，这个学校也就要考虑，他不可能说这个学校他只去发展他这样的这几个专业了。好，这个是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的考虑是我先选学校，然后再进去以后，我先选学校，只要我上这个学校的线，就算是这个学校录取分数线最低的专业嘛，没关系。但是我进去以后再去换我理想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就要去看这个换理想专业，它不是说每一个同学都100%能够实现换到你理想的专业。准备复读，但是报了志愿录取了，需要退学吗？但我的建议是，如果你100%想复读，即使有学校录你，你都不去，那为什么还要报？注意啊，要进行志愿填报，是因为我有要走的意向。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反正我就先填了。如果他录了我，录取通知书寄我家了，我歘，录取通知书一撕，我去都不去，我根本不去，或者我要直接去学校一趟，说我办退学，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去跑一趟呢？如果有学校或者有专业录了你，你都不去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填志愿了？或者你觉得说你不填个志愿，到时候父母那关过不了，或者我也特别理解啊，就是。他既然有个志愿，如果我直接就不填，是不是有点浪费啊？那么我个人建议是，假如你真的是铁板钉钉说有学校录了我，我都不去，我要去退学，或者我直接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我压根不去报到，那这志愿可以不填呀。但我觉得是今年能走先走，真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就是如果真有学校录了你，可以先走。接下来，大学毕业以后，四年毕业以后，你去想办法考你喜欢的那个专业的研究生，跨学校考出去，这是一条出路。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和是哪个专业毕业就不重要了。我坦白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没读过大学，他也能成才。我说一个人。这个现在的那个锤子手机罗永浩，在做锤子手机之前，他是自己办的学校，对吧？老罗英语，在自己办老罗英语之前，他是在新东方讲英语，在进新东方讲英语之前，他在他们家
东北那嘎的某一个地方，自己做各种事情，做生意呀、啊，卖烤串啊，他啥都做过。他就没有学历的，他没有文凭的，但是他最后怎么了？最后现在是锤子手机的那个是吧，老大。这叫做确实非常有能力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客观讲其他都不是事儿，就是学历它只能成为你一开始的敲门砖，但是接下来就全凭你自己了。即使你没有那个学历敲门砖，你依然可以很厉害。这就叫做真正很有能力的情况下。我再看看啊，学金融类的得是重点大学吗？但自然重点大学会更好。但是如果说这个分数上不了重点大学，那就可以往下面调，对吧？就学校可以调。高出一本40分算高吗？怎么看？这个要根据你报的学校来看。如果你报一个前面几年招生都差不多就在重点线上一点点招的学校，比如说有好几个学校你已经看到了，他前几年的招生基本就是刚刚踩重点线或者重点线以上，10分20分区间内招生，那么如果你超了40分，这个就算高了。那如果说你看的学校是超过重点线40-50分才录取的，那超重点线40分肯定不算高分。所以这个超重点线40分算不算高分，得看你去准备的那个学校它的录取情况了。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说如果我超重点线40分或者50分，但是我盯着这个人大，或者说我盯着这个同济，我就随便说啊，那估计就悬。那你盯北大清华是肯定没戏。所以这个我超了重点线多少分儿，一定是我要去看一些学校它前几年它的这个录取情况，它是在重点线上多少录取的，这个很重要。我依次来看啊，再看看。刚刚超本科线的走一本，这那偏远地区还有什么注意的吗？四川省的刚刚超本科线想走一本是吧？刚刚超本科线想走一本，我跟大家讲啊，刚刚超本科线想走一本，一定要选偏点的地方，不然很痛苦，不然就只能是去降下来选二本里面录取分数比较高的学校和比较好的专业。如果说刚刚上一本线还想走一本的话，就只能往偏远地区选，这肯定的了。而且往偏远地区选，如果是刚刚超本科线往偏远地区选重点大学，还要去看这个重点大学的专业，也不能选他这个录取分数线比较高的专业。因为这，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个大学他如果说刚好在四川省嘛，四川省今年重点线是多少？四川省今年重点线500多少来着？540多是吗？理科的重点线，我就随便说哈，假设重点线是545，如果你刚刚考546，那这就叫刚刚上重点线，那么接下来就要去选学校了。那这个好的区域的重点大学一般就不可能刚好在重点线上录取，除非他是刚刚升重点的学校，也有这种这两年刚刚才升重点的学校，没多少同学关注他，你关注到了，你去报了，你很可能就走了，要么你就得往偏点的地方选。假如说你选了一个辽宁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他也叫重点学校，他年年都在重点线上录，但是他连续这些年都在刚刚在重点线上录，比如说今年假设四川省是545。那学校在四川省的录取线，假如说这个刚好也是就在545上录，那你报的话肯定就去。但是那个学校也有不同的专业，它可能有些专业在四川省需要在550以上才录，需要在550
55以上才录。那如果你报了那个专业，你就走不了，你就只能在后面填一个这个专业服从调配，他就把你调到一个刚刚上重点这个录取的这个专业上去。选地域看当地经济吗？对，选地域要看当地经济，经济发达的地区。好啊，对，说到这儿，我马上说一句话，说到经济这个词，我补充一句。这个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考虑自己家庭的这个情况。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整个4年下来，或者你还要读研究生的话，费用一定会高。因为在一个不太发达的地区，或者一个相对偏远的地区，比如说一个月就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有可能700-800块钱你就够吃了，或者甚至500-600块钱就够吃了。我这是随便说。那你如果去了很发达的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那显然不够吃，至少在学校里吃饭一个月也得1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你才够用，还没加上别的开销。那你可能去到有一些地方，说不定你一个月就得至少是1-2千的开销，你再换一个这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一个月可能你700-800就够了，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听我讲，那么如果说我家庭的这个能够，我的父母能够给予我的这个钱不会太多的话，首先就不能怨不得父母啊。生在哪个家庭，这个首先只在先别去怨父母。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下，父母供养我们也是很辛苦了。那么跟大家讲，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还想选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经济发达地区有一个好处，打工的机会多，那就是进入大学以后自己在外面去找兼职，或者在学校里面，好多学校里有勤工俭学的这种打工的机会，你自己去挣钱呗，也一样的啊。如果选了开销大的地区。自己可以进大学以后去打工挣钱，也能够养活自己，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这个社会饿不死勤快的人，记住我这句话，这个社会只饿死挂个饼在脖子上都不肯的人，都不去挪一下的人，那就没办法了。偏远地区好不好？这真的是相对的。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刚刚上重点线，又实在想读个重点本科。怎么办？那你必须要往稍微偏点的地方去选那种重点高校。刚刚在本科线录的，再接着看。如果工作的地方不在自己上大学的地方，并且有时候外省不认可自己省的大学咋办？所以如果你以后工作的地方已经定下来了，那你可以去工作的地方选学校。所以我说这是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目标。老师建议报本省院校吗？但是自己的见识就少了，这咋办？见识少不一定。本省院校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听我讲，本省院校所有地方都有地方保护主义。任何一个省本省院校在本省内投放的这个录取人数都是最多的，在别的省它就会酌情投放，在有些省投多少投多少，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在本省投的多。所以一般来说，你考本省的学校，如果你们省的大学还比较多，那每个大学在自己省投放的名额本来就多的情况下，报本省的可能就会更稳妥。你要报外省，你就要看这个学校往年在你们省的投放人数是多少。如果这个学校往年连续几年在你们省投放的人数都挺少的，那我就不建议你再去冒险了。如果你的分不是超出线很多的话。那如果你报了，说不定很难录取到你，因为假设我随便说一个，比如说北京工商大学，在你们省就投200个人，200个名额。比如说你们本省的郑州工商大学，我是随便说了啊，你说我的河南工商大学，在我河南投了1万人，在我大河南投了5000人。那肯定比那个投在你们省投200的那个要好啊，那个概率大多了吧。所以这个填报志愿这个到底是选本省还是跨省，这还真的得自己去区分一下，去比较，好好去做攻略。前几年
这些学校在我们省，就是比如说和我的这个我现在考了多少分，跟我这个分比较接近的这些可录取的院校，我都去把它给搜寻一下，它前几年在我们省投放了多少人数，那么它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再看看我们省的这个跟我分数接近的这个院校，他们在我们省投多少，我需要关注这个。位次当然位次是需要关注的啊，位次当然是需要关注的，当然你关注分数差的同时肯定还是要关注你的位次，这叫做都得关注。我刚才只是在举例子的过程当中我说了，你至少得知道你的这个你要想报的这个学校，它往年它录取的线跟本科线之间的分数差你肯定是需要有数的，然后今年你的这个分数跟今年你省的重点线的分数或者你省的二本线的分数之间的这个分数差肯定是需要知道需要关注的。当然这个你的排名肯定需要关注，你全省排名肯定需要关注，但是你关注了全省排名，你并不知道这个学校在你们省今年投放多少人，去年投放了多少人，那么超过分数线多少的这个分数的是可以在这个被录取范围人数内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关注的。高出一本十三分，是报一本冷门还是报二本好专业？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目标了啊。如果你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以后你未来去你未来的工作，你们家有能够给你有点关系，找一点关系，那你就干脆直接去报个一本吧，反正到时候你是以重点大学毕业的这个身份嘛。那假设说你就是有这个很明确的专业目标，那你就按照专业去选。或者说你觉得为了你自己，比如说你没有什么关系，你靠自己就业，但是你要去选专业性很强的，那肯定必须要首选专业呀，我讲了嘛。专业性很强的这种工作的话，你肯定要先去考虑专业，哪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好不好，因为你到时候要凭你的技术去胜任你的工作。好，再看在一个省读书在本省工作的几率大吗？这个在哪儿工作真是看你自己，你想在本省工作就在本省工作，想出去打拼就出去打拼，这个那除非你们家有关系，那你就在本地就可以解决工作问题，否则的情况下你都是靠自己，在本省跟在外省都靠自己。啊，理工的建议二本特色专业还是报一本一般专业？不是，理工科其实你的专业已经定了，比如说我就说理工科的，你可以这个如果你学理科学数学学物理，那你就要具体去看你是学基础物理还是这个基础数学还是应用数学，学物理你是去学物理里面的哪个分支，当你把专业定了以后，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如果你不太在乎专业排名，那你就去选重点学校，如果你在乎专业排名，你就去选二本里面的这个专业排名最好的学校，这个真的就是看自己了。服从调剂觉得不舒服，这个确实也是，所以说假设你看有的人就觉得无所谓，随便调剂，反正我就认定这个学校了，这是看自己啊，这是个人喜好了。有的人觉得调剂无所谓，如果你很在意调剂，很在乎调剂，那你最好是锁定专业，然后再去锁定院校，就是我的分数基本是能够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我就先锁定啊，我就不再去考虑说比这个学校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我专业无所谓，随便。因此我就讲说这个真的是要看自己。位次和往年分数差较大，并且今年题简单分数乱了，我们老师不知道咋回事。是啊，水涨船高，如果说大多数同学都觉得题简单，那整个这个分数线就会高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更要去关注你心目中的那几个学校，那几个专业所在的学校
他们往年录取线，学校的录取线和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录取线和你们省那一年的重点线或者本科线之间的分差，这个就一定要去关注了。那么你今年的线跟这个分差之间，我随便说，比如说四川大学英语系，假设去年在四川省录取，四川大学外语系假设是超重点线60分录取的，那我今年假如我的成绩也刚好超了重点线60分，那我估计我不会报四川大学的英语系，理由，去年英语系在重点线上60分录的，我今年刚好超重点60分，我何必冒这个险呢？万一今年我也刚好超60分，我没录到怎么办？所以假设我今年我的分数是超了重点70分或者80分，那么我就觉得，尤其是当我超了80分，我就觉得去年外语系是超重点60分录的，那我今年超了重点80分，那么我就去报它了，我就觉得我走的可能性应该会大一些了。那如果说我还是超重点60分，我怎么办？我就得退而求其次了，我就得去选，我不报四川大学了，我报四川外国语大学，看没有？我酌情报分数录取的这个，我酌情报录取分数稍微低一点的学校。再比如说，如果说我要报首都师范大学，但是首都师范大学去年在这个分数线上，假设这个专业在分数线上40分录的，我今年超了60分，那么我觉得我可以报。但是如果我还觉得还想稳妥，就这100%一定能中标，那我是不是可以报河南师范大学？别报东北师范大学，因为师范大学里，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还有这个西北，对吧？陕西的西北师大，还有北京师范大学，这些都属于排名前面几个的，我何必呢？如果我首师大觉得稍微有点悬，我报地方上的师大嘛，什么吉林师大啊、四川师大，大家能理解？报外省的学校啊、偏远地区也要选省重点以上的好学校吗？是啊，如果你报的偏远地区，如果你的分数又上了重点线，那就最好是报偏远地区的重点学校了。好专业是指本省特色专业吗？不是本省特色专业，不是。所谓的好专业，没有什么好与不好，我觉得看你喜欢读什么专业。如果我就是一个比较想学法律、想当律师的人，这几年互联网那么火，跟互联网相关的专业就所谓的就应该算是好专业了吧？那我不喜欢呀，我没法去读呀。我读了以后，就跟大家说的，我认识太多人都是过来人，大学读了4年，读得痛不欲生，根本那段专业读不进去，读不下去，要么不喜欢，要么就是那个专业对他来说他就难度太大，那些课专业课根本听不懂。有这样的人，别看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成绩还可以，那专业课听不懂很正常，那个专业的东西跟你读高中的时候学的那些基础课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理工科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你真很可能专业听不懂，上课就跟坐飞机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是有可能的。它跟这个文科不一样，文科你怎么都能听懂，是吧？大家都有感觉，文科怎么都能听懂。你说我去学哲学、学法律，法律你怎么都听得懂啊？就是背得多，啊，你听理论的东西怎么都能听懂。有一些理工类的技术性很强、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它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懂的。如果院校只在我省招生2个专业，我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吗？不会。如果这个院校在你们省只，也就是说这个学校，比如说假设它有15个专业，但它只用2个专业在你们省投放人数，你没法被调到其他专业了。它只投放了这2个专业，所以你只能在这2个专业里选。其他专业因为在你们省没有指标，所以其他专业不可能，你不可能被调到其他专业去。
中外合办不怎么懂，章程也没细讲。中外合办这个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啊，因为这个东西中外合作办学这个吧，不太好说啊，不太好说，这个就太复杂了，啊，就太复杂了这个东西，啊。成都发展怎么样啊？作为一个成都人，坦白的跟大家讲，成都现在，成都已经连续三年是，大家在网上可以去搜，成都连续三年，今年、去年、前年，2016、2017、2018连续三年，在这个被一些机构所评选的准一线城市里排名第一。成都现在就是它虽然它不叫一线城市，但是它在准一线城市里。他已经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了，就是综合排名第一，说他是最有希望跨到一线城市的一个城市。你为什么呢？因为成都现在是国家给了他政策，属于国家的区没有几个，属于国家的，比如说雄安新区是属于国家的，对吧？深圳特区是属于国家的，属于国家直接命名的区没有几个。上海的浦东新区啊，这个雄安县的雄安新区，深圳的这个深圳特区，这些是属于国家政策直接给到的区，新区。成都现在就有一个高新区，是属于国家政策给的是国家的区。然后呢，还有一个国家政策就是成都在打造一座新城，就是在成都的原城的基础上，往南发展，在南面完全扩充，并入把之前成都的几个。所属的县全都并进来以后，要完全打造一个新区，和以前的成都的老的城区在一起，让成都成为两个主城区的一个城市，就是它以后能够容纳的人数、外来人口和它容纳的就业机会会非常非常多。也就是说，现在成都，现在它的这个新区的名字叫天府新区，天府新区的整个覆盖范围是比以前整个成都的城区范围还要大的，就完全是新区。从2014年开始打造天府新区，十年规划，差不多到2024年，这个整个天府新区打造完了，世界500强将会是我们国内进驻世界500强最多的一个城市。然后成都现在还加入了这个。还是我们国家的自主贸易区，自贸也没有几个城市，自贸现在一共只有几个城市，7个还是多少，反正不超过10个，成都现在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以后未来成都这个城市的就业机会特别多，你想完全要打造一个新城，和以前的成都的这个主城区并列在一起，会有两个市中心，现有的成都的市中心和天府新城的这个市中心，两个市中心，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规模整个扩大一倍多啊。所以就是说，我倒个人觉得成都对于你们来讲，未来读完大学以后就业的话，这会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城市，因为它现在这个新区正在建，十年规划嘛，建好以后太多太多就业机会了。地震不用考虑，因为成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地震区域跟成都离得很远。2008年的汶川地震，整个成都市区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好吧，我看大家的这个问题也差不多了。对啊，因为现在他在建新城嘛，所以他建新城自然就会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新城还没建好，应该到2024年吧，十年规划，从2014年开始的话，应该是2024年。这不刚好新城还没建好嘛，所以就大大的机会。大家毕业以后就在成都就业的话，会有很多机会。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
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基本就是很多实际的经验啊，我身边的人事啊，一些很真实的案例给到大家，希望对大家的志愿填报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根据自己的情况，遵从自己的内心，预祝大家顺利录取。注意前面那两句很重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遵从自己的内心。好了，那我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我联系。希望能够走的同学，我们就走了吧，多节约一年时间。那实在走不了的情况下，要复读，也 OK。好，就是不管大家接下来会经历什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都预祝大家能够在未来的人生，能够真正的这个实现你的人生目标，就是活好你的人生路，走好你的人生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路其实跟别人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好了，希望每一位同学的人生都是精彩的。可以 QQ 联系，QQ 号就在这儿啊，12462597759。我的每一页 PPT 上都有这个 QQ 号，大家可以记一下。微信啊，微信也行，但微信这儿没写出来，大家可以先加 QQ。好了，拜拜。